Here we go, la da da, la da da, everybody dance, la da da, da da da, 烦恼就一边了， la da da, da da da, 我知道自己多美。看到吗？大家看到吗？下面全部是垃圾来的，全部是垃圾来的。这应该是巴塞冰激，巴塞冰激河、啊，通过去巴塞冰激河那边的，也是那边。你看那个垃圾多到，一下雨那个垃圾多到，这怎样算一个那个环保的环保的地方呢？这个垃圾是谁丢出来的？怎么会突然间这么多了？难道那边是垃圾场吗？那边好像垃圾场丢垃圾出来，是不是？还是人丢的？应该是人丢的。你看，一个下雨天，那个垃圾，那个饭盒啊，保丽龙啊，塑胶，全部满满的，整条河满满的，好像印度这样子。好像垃圾场这样子，这个是居住的地方啊，这个是一个居住的地方。这么旁边就是垃圾场，你看那个河全部满满的，千千万万一个垃圾，一个下雨天就看到这样子。Here we go, la da da, la da da, everybody dance, la da da, da da da, 烦恼就一边了。啦哒哒哒哒哒，我知道自己多美，由我定义做自己 ，Hello 每一天。Here we go， 啦哒哒啦哒哒 ，Everybody dance， 啦哒哒哒哒哒，烦恼就一边了。啦哒哒哒哒哒，我知道自己多美，由我定义做自己。Hello， 每一天。Here we go， 啦哒哒啦哒哒 ，Everybody dance， 啦哒哒哒哒哒，烦恼就一边了。啦哒哒哒哒哒，我知道自己多美，由我定义做自己。哇，那个垃圾走不完哦，一直一直来啊，满满的垃圾，不知道哪里放出来的。一个下雨就变成这样子。养怡宝的环保好到哪里去？你看怡宝的环保好到哪里去？什么？那大大招牌以前没讲那个 green 啊，怡宝啊，环保啊。你看，刚才我看到吓一跳啊，刚才我看到就吓一跳，那些垃圾多到满满啊，满满的垃圾。哇，真的不是哪里来的，真的是。你看那里环保出问题，哪里出问题？那个垃圾方面哪里出问题？那垃圾没有处理好，没有处理好。一个大雨，你看整条河都满满的，全部都是垃圾饭盒，大部分都是饭盒水瓶 plastic 水瓶跟大盒，上面就是冰炉港啊，上面就是冰炉港，下来这边巴塞冰激河啊，你看这边，上次这里还做了一个环保，退了这个泥土，旁边这里全部退了的。